OS 杠 V 三电动扫地车 ，OS 杠 V 三电动扫地车净重650千克，加装华丽实用的遮阳顶棚，使用更大容量的电池组，配备700毫米主刷一个及550毫米边刷两个。OS 杠 V 三配置150升容量垃圾箱，充电后可持续工作8小时，清扫宽度达1400毫米。工作效率高达7500平方米每小时，最大工作速度达7000米，最大行驶速度9000米。OS 杠 V 三在较小的场地使用更灵活，适用于任何路面清扫使用。舒适的座椅，良好的视野，完美的轿车手刹设计，提供更安全的驻车效果。美观实用的 ABS 工程环保塑料顶棚，进口欧美电控系统，集约式安装设计，检修更方便。过流保护和欠压保护，简易实用的防撞装置，有效保护机器。